阿姨姑苏卢凯族。那你觉得学那个卢凯语重要吗？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语言会消失。你好吗？马嘎吉姆苏。谢谢你，达格内苏。老师你好，达格内苏西。达格内苏西。我下课了。我喜欢唱歌，马拉姆哥哥是 gay。文化保存，因为现在多元化的教育关系嘛，那很多就是原住民的小孩在学习这个什么，就是一般课程的时候，容易就是把自己的那个。忽略了自己的那个传统这个语言，所以我们才想说借着这个民主教育课程来实施这样的教学。介绍一下，卢凯族有分这个东卢凯还有这个西卢凯，那我们茂林乡这边呢，它是属于也是卢凯族，但是它是属于下三社。所谓的下三社就是我们虽然是卢凯族，但是我们三个语言又跟这个卢凯族不一样，所以被列为下三社。那像我们今天这个地方茂林国小有两个语系，一个是万山语系，一个是茂林语系。所谓的文化，我们的故事，我们的历史都是从那个地方，都是从我们的文化好这个产生的。那它的重要性，当然如果说我不够了解我的文化的话，相对的我的这个什么对自己的那种认知就会不够，那你从哪里出生你可能也就不知道了。茂林属于卢凯的下山社，有万山、茂林和多纳等三个部落，自古以来生态资源丰富，并且是台湾紫斑蝶的美丽栖息地。紫斑蝶蝶翼上的鳞粉经由阳光折射，会因为角度的不同呈现出或淡紫或艳紫或亮蓝的梦幻般紫色光彩，耀眼奇幻流串成河的紫色大军，造就了紫蝶幽谷的美名，也是卢凯族世代相传的宝藏。钢雕艺术家吴巴克就以紫斑蝶为主要的创作，他在茂林山里成立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，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。美丽的工作室被山峦包围着，让来到这里的人们心境自然而平和。哦，这个现在是在制作蝴蝶的那个身体，蝴蝶的它肚子这个地方，现在在制作，像这一个，这个就是它后面的肚子后面，就在这个现在在制作，对，刚开始做蝴蝶，一只大概要做15天啊，对，对。还要量它的蝴蝶的比例，这全部都是按照蝴蝶比例，还有它的粗细大小都按照它的去制作。像这些地方要重新彩绘，彩绘成另外一只蝴蝶的颜色，然后带到我做成我自己的看板。
对，这是小只的蝴蝶，这就是小只的。它现在做是做这个，那是大只的，啊，这是小只的，这是做完啊还没彩绘，那彩绘完了，我们就会这个这些都要做公共艺术。一个教堂的十字架，十字架蝴蝶都飞上十字架上面，这个要做很多只的蝴蝶。对，那他会抓着十字架，这些蝴蝶大概有25只到30只，会去抓着十字架，形成一个十字架的图形。对，台中新社乡，新社乡公所他们定制的，还没来拿。对。这个都已经做好了，这包这些布是要，以防被擦撞、不会摩擦。对，制作这个也有20几天的工程。原本是做木雕，之后就往钢雕的。制作方面来呈现。那这间工作坊是什么时候？哦，这个工作坊在15年前就开始做传统艺术，传统木雕。哦，钢雕艺术作品几乎是结合，建设公司的公共艺术，在公园啊，或者是在一些工程上面的制作。这边的生活我很喜欢，因为它宁静，我可以想很多的事情，不会被打扰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。这最近也是做研发的一些皮雕跟琉璃的结合，琉璃珠的结合，还有这样的一个原住民卢凯族的一个部落长老的一个记事本，这是一个记事本，对。工作伙伴他们在工作室制作的琉璃珠，这边是做材料跟成品结合，都在这里完成的。茂林山上特有的山野蜂蜜水和自家酿造的洛神花，也是客人走访时候乌巴克会拿出来招待大家的点心。新鲜的洛神花是茂林的特产，经过糖盐酿造后就可以吃了。另外，新鲜的野蜜水也是养颜的圣品。下午茶时光可以喝一杯蜂蜜水，再加上一口酸甜清香的洛神花，让整天的心情更愉悦。目前这空间是做工作室，做我的工作室，那也有做民宿，也有一些小间的餐厅，这提供朋友来这边找我，来这边玩，那我可以给他们住宿，也可以有地方吃饭，那主要也就是呈现我的艺术品了，把艺术品做起来之后陈列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工程老板啊，所以一些朋友啊，就会互相介绍来这边看艺术品。就把艺术品设置在他们的规划跟设计的设计图里面，有跟一些台湾艺术家，像原住民的艺术家来做一些联展啊，或者是跟他们在一起做一些大型的一些公共艺术的制作。
我们现在看到我后方。